好看的，不好看的啊，那就是王姐、赵姐、李姐。哦，把姓带出来。对了。哦，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，正常人一般般，没有那么好看啊，但是还可以。是，佟丽娅姐姐。嚯，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，把明星带出来。是，佟丽娅是美的啊。那男的怎么称呼啊？男的也一样啊。嗯，好看的叫小哥哥。哦，小哥哥，走大街上，小哥哥，小哥哥，哦，小哥哥。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啊，歪瓜裂枣，自我感觉良好的呢？大家心知肚明，你看，就你们这桌热闹啊！那是知根知底儿，长得贼眉鼠眼啊，歪瓜裂枣啊，你个买提哥呀？哎，嗨。就是他，嗯，你跟买提也是帅的，是是，哎，这是一种习惯哦。还有呢，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，嗯，后边有人喊你，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。哦，您前面走吗？后边有人喊，回身转脑袋，这什么习惯？先转脑袋，嗯，再转身体。哦，听见喊，转脑袋再转身上，这是一种习惯，是这样吗？咱做一个表演，可以啊。我前面走，你后边喊我，好比大街上来了啊，您来，我喊您啊，嗯，大傻子。我可是过了瘾了。谁大傻子？谁大傻子？你不让我喊你吗？喊我小哥哥。哎呦，行了，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，你看了吗？喊我岳云鹏，喊名字。好嘞，好好好，岳云鹏。嗯，嘿，二傻子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这都什么称呼？这都你也去买药吗？那没有没有。哦，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。先转脑袋吧。哦，哎，这习惯都人定的习惯啊。先转身上后转脑袋，一样不好看。好看，再来一回。来一回啊。来了啊，岳云鹏。哟，嚯，谁呀？我可能认错人了。我可能谁？等我一会儿啊！我等不了了吧？这就来了啊！这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，这，您这不好看了，这不好看吧？落枕了，这是习惯。是是是。哎，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。哦，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？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，长辈一般是这样的：是父母向你道歉，长辈。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，对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？确实确实。怎么了？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。是。哎。啊，哎，嗯，吃饭了，是，啊，这就道歉了，哎，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，哦，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，你是这样的，我说什么呀？嗯，真好吃，嘿，是原谅父母，哦，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？哎，嗯，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，好哥们儿，怎么着？没完了？这道歉了？喂，道歉了，这太简单了。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，嗯，是这样的，我怎么原谅啊？滚！嗨，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。哎，对了，你看这个表情。哎，行行行，您就别这样了。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，不可能。怎么可能？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？他们怎么可能道歉？他们永远是对的。万一嘛，比方没有万一。